下面为大家介绍 CY24 平尺钥匙，该锁是8个齿位，4个齿身。下面我介绍开启读齿方法。这款锁车门锁是七个弹片，缺一，一是在点火里边。我们测试齿位，2、4、6、8、3、5、7，向车尾方向开启，又是顺时针。我们测试弹片，东的这个锁怎么坏了？好了，测试弹片，2、4、6，6是小动，它肯定就是4，8不动，点动它，撬动它，7、6、2不动，动了，3、5、7、3、5、7、2、4，开了，读齿，1、1、4、3，上面是2、2、2，好了，我们把齿号记录下来。这个是在点火里边。1、1、4、3、2、2、2，我们把齿位确定一下，1连线2、1、2、4、2、3，把多余的去掉，不管是受控也好，剪尺也好，锉刀也好，把两边做的完全一样，测试车门好用，再一次做1、2、1、2、3、4，这个点火，这条钥匙做完了。